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你们的辛苦我都懂。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而且有效的方法，一切都交给我吧，我就是你的贵人。欢迎收听股市蔡英师太。摩尔投过一一零年，金管投过新字第零二六号。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那么周二的台股是开高走高，那么三月份的行情呢？目前公司派法人跟大户都已经在布局了，而市场的方向线索以及要如何来掌握强势股的发动点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医生的贵人——摩 o o 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上好，Ruby 好，投资大家好。 老师，这个三月的第一天开盘呢，也是反攻的第一天。那么各个类股呢，都有资金来抢进布局。那看起来是大家都有涨，但是有一些呢是跌升反弹的个股，那还会有拉回的可能。那所以大家在操作上要如何来布局？有一些股票哦、喔，在礼拜一是翻黑的，大家就以为它转做了，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的啊！你股票创新高了以后，本来就有翻黑的机会。是，那有时候你在这种情况下翻黑，反而是表示说你。 避逆于天下，就是说你走你自己的逻辑，不跟市场上为伍。是你比方说像什么双红了、啊、哦，这些散热族群的股票，那投信买这么多，对不对？其实它在战发生战争之前就已经创新高了，然后美国股市大涨的时候，它小拉回，这很正常啊。是你反而要趁它拉回的时候找下一个买点。比方说，你看像创维哦，创维在过完年后创新高那段逻辑当中，你高档你先出一趟。 那我出的逻辑很简单，我会画一条上升趋势线。对，投资入门如果不会画的话，看看看一下我们的影片哦、喔。我们的影片有教学。那我们的 Lite g h r 的话就加入就免费的。是。那如果真的不会的话，用十日均线，可是十日均线用起来要有技巧。盘中破跟尾盘破不一样哦、喔。还有就是说，十日均线本身要在上扬状态才有支撑力道。你先不要画一条平的十日均线或下弯的十日均线，跟我说它跌破了。 那你就没有掌握到诀窍嘛，对不对？对，因为这个均线本身要在上扬状态的时候观察它才有意义、啊、你纠结的时候，你看均线干嘛？只能找自己麻烦、啊、那么另外一个逻辑哦，就是说，因为刚刚开始起涨的时候，创新高的股票跟底部反弹的股票，以及破底翻的股票，它会看起来一样。比方说，同样上涨五趴。 那么你会看到盘中有很多股票，它跌得很深，上涨五趴；有的股票创新高，上涨五趴，意义就不一样。因为你创新高以后要再涨五趴很难嘛。对。在在在礼拜一礼拜二的这个状况下，属于比较比较困难，因为新的资金它不太追追嘛。那这种情况下，它你不能说它弱，它还是很强。那有些股票跌很深，出现第一根涨停，你说它强也不见得是强，因为日后会拉回打第二只脚。是。这个大家要特别清楚一点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 呃，盘面上有一些这个刚才 Ruby 讲的强势拉回，以及最近市场上在讲些什么东西哦，强势拉回当然就是第一个 IC 设计、哦、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个散热模组。是。那因为我们说这个战争当中呢，到底哪些受惠，哪些受害？首先我们讲受害的了哦，讲是讲受害，就是一个冲击一个话题啦。比方说第一个油价大涨，航空股一定是受害嘛？哦，对啊，因油价涨起来，但因为 未来有这个解封的预期在里面，所以多空互底是。那短线拉回日后还有买点是。那未来还是有机会创新高，对不对？就是这个油价高涨，给你一个进场的机会。第二个就是说，原料上涨，镍价大涨，那这个毫无疑问一定是不锈钢了啊，这个就没有疑虑了嘛，因为不锈钢本身又是在底部，<对>然后。 因为中钢本身值利率够高，所以中钢只要不破底，整个钢铁不容易破底啊。加上说不锈钢的族群这边有逆价大厂的所以你看新钢啊，所以呃像这个张元啊这些股票在低档，你从周线去看它的话，都是刚刚起涨，这个没有疑虑的。日后逢拉回都还是有机会的、哦。是，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些受惠的，我们来讲几个话题好了。马斯克说这个。 他的新链计划马上开通，然后，呃，市场上大家就开始炒这个话题嘛，对不对？对，未来的战争，原来这个网络这么重要。那第一个，叠升的台阳攻一个涨停，是。首先，我们必须要讲，台阳跌的真的是很深啊，所以你在这么深的情况之下，市场上呃，第一时间要买股票的人不知道买什么，他一定抓那个跌最深的。是。但你追跌最深的，当然我们说以未来的低档，我想最深这附近了，不容易再下去。 但是它涨了两三天之后，会不会有拉回来打第二只脚机会？有哦，不是没有、哦，因为打底部要有一个形态嘛，所以短线可行。那日后这个攻上去只要超过三天，暂时就不追了。它有时候会拉回来打第二只脚，然后把那个时均先盘成一个底部的形态再，再再弯上来嘛。那台阳事实上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投信也国内的法人也也布不少，只不过当时其实严格讲起来的话，算是比较失败。 啊、嗯，你看，太阳在这一次拉回来蛮深的嘛。对，它话题是很好，那方向也是对的，就差一个数字哦。因为这个数字的话，你要什么时候出来？这個、有点像元宇宙了。元宇宙的话，你话题是对的，或者是像前年的电动车，话题方向趋势都是对的，就差一个数字哦。就像你红海 M H 大联盟，大家都觉得你是对的嘛。对，你要在未来这几年，或是或或是这个像这个宏达电哦，元宇宙这几只。 那么你在未来这一段时间给我们看个数字，哪一哪一个月的营收有没有月月高轰上来创个历史新高，单月赚多少哇，那不得了，那就上来了嘛。是，所以这这边我们说题材都是老题材了，那也也来讲一下说网通这些概念也是一样。那这里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法人的神话，法人不见得党党对了哦。再讲一次，法人不是党党对了。那但是法人相对来讲也有一个优势，他们发现错的时候哦。 他们就算跌再多，会照样砍、哦、这一点的话，投资人就是真的要学习一下。是，因为反正一般来讲比较 T T 嘛，嘴巴比较硬，法人<是>不会轻易认错嘛。对啊，因为他们吃这样饭的，认错多丢人，对吧？是，所以他们都会等到股票跌很多了，偷偷马上卖掉，装不知道，没看见，<laughs> 假装没这对,对，然后就弄个新的，<laughs> 就法人就这一套。是，但是法人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话都说的很漂亮，而且那个专业度哦，就是你有时候不觉得他在讲国语、啊。 就是你还要你要想一下，他他在讲什么？那文法听不太懂，就是反正就很厉害。他就说，呃，这个成长率多少、哦？那 YY 多少？可是我们认为呢，就，反正就那一套你们爱听的话，你们就自己听了。那我的逻辑就是直接讲比较直接一点，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它叠升啊，它做一个反弹。 那有的时候会会来打第二只脚啊，第二第二就是我们讲原物料嘛、哦，哈，那新链计划嘛是，不是？再来一个，当然就是大家谈到这个比特币这个事情、啊，对，因为比特币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掀起这个话题啊？前一阵子跌比较多啊，美国对比特币是稍微有点，呃，也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其实美美国对比特币的态度是又爱又恨，你知道，也很多人很恨他，对，他他其实。<laughs> 你我想任何一个一国的政府哦，你说要完全喜欢这个都不太可能，它不太容易掌控、啊、但其实你又不怎么能够去打它，因为你有一个自由的形象在身上，对,啊、对不对？然后，呃，我我们我们来呃来讲这次来讲这件事情哦，你想想看哈、哦，有一些金融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平常就没有这么多金融经贸往来，是也没有跟其他的国家有这么多金融商品的有无吧。 比方说，你不会去买其他国家的外债，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你的外汇本来就不发达，这个时候你要资金怎么资本怎么外外外外逃，对吧？所以比特币就提供了一个管道，管道<到>嘛，<laughs> 就是虚拟货币。<是>但其实乌克兰他们这一次很多人买的那个不是叫做比特币，他们买那个叫泰达币。我跟各位讲，泰达币是什么？虚拟货币当中有很多种，然后呢，那个泰达币那个东西叫 USDT 啊，它那个是。 也是虚拟货币，但是它的它的那个呃设计的原型哦，它就是跟着美元走的，所以它泰达币它就是跟着美 u s d 它就是跟着美元一比一的，就好比是虚拟世界当中的美金就对了哦，虚拟。界以很多人玩比特币，它是比方说比特币我做一做我赚了嘛，对不对？是。但我怕比特币掉下去怎么办呢？比方说我从这个呃比特币两两两万开始买哦。 那涨到六万了，我就先把它卖掉。卖掉以后，我换成什么呢？换成泰达币，就变美金了。是，那我的户头里面本来比，比方说五万美金变成了这个，呃，十五万美金了嘛。那我就把这个比特币卖掉。那卖掉以后，大家会想说，哎，那我卖掉变成什么呢？变成台币呢？不是，他把它卖成泰达币。泰达币以后，因为它跟美金是一比一嘛。 所以他就停在那个地方，等到比特币再回来低点，比方四四调回来四万，他又低阶嘛，是，他又用那个手上的那个十万美金再去买这个比特币，所以他们这一次为什他们买那个东西叫做泰达币了？那因为泰达币照理来讲是要一比一个美金，结果因为太多人去买泰达币，造成泰达币溢价，哦，就是它价格已经买到比比美金还高了，那就惊动了比特币哦，就是整个这个货币市场，<是>然后那个虚拟币就在那个礼拜。 礼拜六、礼拜天跟几天，呃，礼拜一啦，你主要是礼拜一拉一根大长红嘛，比特币就回到四万多，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拉回来的话，当然像这个立台啦、汉逊啦，然后呃，技嘉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三六六一四星 KY，它有那个挖矿机的 IC R，、哦哦、这些都是概念的、哦，是。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礼拜三。 盘面上在涨的股票真的蛮多的，就我刚刚跟各位讲，这些通通都是概念嘛，所以战争拉出来的新话题蛮多的。然后原有的股票虽然有一些股票在拉回，但是日后还是有机会创新高。我整个来讲，我就下一个结论哦，因为现在第一时间点大家一起涨，眼花缭乱嘛。对，枪声一响，所有人往前跑，至少看到二十个族群在攻啊。是，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老这我怎么办呢？那其实我跟你讲，前三天不用太在意啊。 前三天就是自由涉及，那你也不要说你不涉及，对不对？大家都在抓，你不抓，那你你明白没办法嘛？对呀，前前面就开放，就好像那个考试的时候 open book，你不翻书，你你脑袋在装什么？起来翻。对、啊，那送分的就翻。那可是我跟你讲，到礼拜三、礼拜四以后，会渐渐分出胜负。有的股票有的股票它只是反弹，弹不了多久它就会掉下来。那什么样的股票有持续性的波段一直往上走？那种股票，才是你这个阶段到周末前。 必定要来做布局的，那这里就是先鼓励大家先进场再说。那不知道买什么股票，跟我们说，可以跟我们联络。好的，那就请大家呢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赶快加入我们餐英斯坦免费的 LINE 账号。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在股市中创业呢，一定要由专业的操盘手餐英斯坦来帮助你。欢迎大家来电咨询。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进广告喽。 不必先用银针测试食物有没有毒。你,你到底要测到民国几年啊？报告皇上，测毒就交给好物市集。好物市集的商品有产销履历把关，有国家认可检验单位检定，有投保产品责任险，有把关，有检定，有责任险。您在乎的，我们比您更在意。立即上好物市集零二二三六二一九六八。 听众朋友，三月份呢是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月份。那么，当赚钱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那么，大户的资金现在已经提前进场。那么，大盘反攻的第一天，全市场都在买，千万不要错过喽！请先加入蔡英文资产免费的那一个账号，ID 是小老鼠 Gold Money 一六八小老鼠。 G O L D M O N E Y 一六八，e、8,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85, 85, 那么全新的股票，我们即将进场布局，跟着我们一起掌握对的节奏，对的股票。今天拨电话进来，开盘就可以带你进场哦。 欢迎回到股市，爱因斯坦的节目现场。那么这一次呢，由于俄乌战争的关系呢，让大盘提前见到了底部。那么许多资金已经进场卡位喽。老师，接下来大家可以留意哪些新族群呢？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过呃这个放假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讲，有一些东西你不受到战争的影响不管要打不打，它都要攻嘛。比方<是>说车用家流宇宙 Type C，那 Type C 这个东西其实无论如何，像这次的话，高速传输的一个题材。 那其实对于这个战争来讲的话，它也算半个受贿，间接受贿了。所以，我们看到连斩投控嘛，我们当时跟各位说，这张股票不到二十块，对不对？对。新的瓶盖股又是 Type C，你还可以说它是车用。叠加好多的。对，那到时候当时当然很多人提到，就是说 <laughs> 这样公司获利还能力并不好。那么能力好的话，怎么会十几块呢？<laughs> 这个就是一个股票市场上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是。 有的时候你去买一个成绩还不是很好的学生，对不对？那你相对来讲对他的要求是你股价不能高嘛？是你不能说你去找一个有机会转亏为盈或者是说有转机的公司，那股价一千块，我当然不会去买。那你说你股价十几块，那未来如果有一天有当一日你财务改善了，你赚钱了，你的题材发酵了，你只要那个 EPS 秀出来单月多少零点零几都没关系，那你股价怎么会十几块呢？对呀、啊，对不对？所以。 因为股价表现是一个动态的，如果你要买一个正在进步当中的学生的话，他的股价很低，你就可以在这边做布局嘛。那等到他真的开始赚钱了，搞不好那个地方反而是卖点，对不对？是,是。所以，我还是回到我们操作股票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就并不是要你去分析股票跟产业的本身而已的。你真正最重要的是要看股票价格对于这个产业跟新闻的变化。 对不对？如果说你一个条件出来，然后它反而是跌的，那你再好的天大利多都没有用。对，或者是说一大堆利多跟利空围绕在台积电的身边，但是你会发现一整年下来，台积电还是维持在这个价格，嗯、没什么大变动对，这个小区间当中。那么对你来讲的话，也许有价差，也许没价差。可是如果说你真的要在台电身上赚到价差，你会发现一件事，都是在消息最差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去买，然后呢？嗯 跳空开高带缺口，大家在这边很兴奋，他、哦、一定要怎么样，你就卖掉，然后他都高点。所以价格对于新闻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真的不是新闻的本身了。那我觉得连斩头控这次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经验分享，因为我们讲的也算是名讲，是，因为实在不到二十块的瓶盖<也>，也不多，对、啊，也不多了啦。是，你还能够找到别支，算我佩服你。 哦，你看，我们来看到拉上来了以后，当然，其他的概念也要来稍微讲一下整个半导体界的，因为这一次来讲的话，战争其实联电他们也算半个受惠。那么，因为联电跟立机电本身跌很深嘛，所以在这边回补力道刚才就显现。那如同太阳一样，我跟各位讲，你跌深了以后买盘进场，这是一定的。但是你涨上来大概超过三四天以后。 它就会有一个拉回的力道，哦，拉回的力道。那拉回的力道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一波高档有套牢的人，他可能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想解套。是，所以呃，大家来讲说短线市值哦，那日后逢拉回，看能不能打出 N 字的右脚。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帮这个三月下旬的行情做准备。我以前就跟各位讲过哦，三月下旬开始，三月整个三月应该做整个三月了 本来应该说是从三月中旬开始，可是因为战争发生了嘛，对啊，发生了以后，他就把这个买点给提前了。是，因为市场上的大户普遍都认为，FED 也不敢下什么重手，你能够怎么下重手，对不对？是，这个战争都已经开打，你还下重手，那也太白目了吧？所以，我们说，呃，很多的市场资金咬着你，就是这个概念哦，他就提前来做进场，大户其实礼拜呃都是在买了。嗯 对，叠升的也买，然后中继的也买，然后基本上都是在所谓的补部位，补部位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一月二月我卖太多了，比方说我有五十亿的资金，对不对？我现在手上持股可能不到五亿，哦，那我第一时间一定不是只有买我想要买的股票而已，我是全买，对，都大家都买，就我很多外资跟法人或代操的，我只要你看我们这个圈子里面中心范围里面的，或甚至于大户的本身。 因为他在一、二月的时候，他卖太多，手上可能没有什么股票，只剩下可能，比方说长隆行，其他都卖光了，你知道吗？是。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在礼拜的时候，他已经是什么都买了，所以我才会会节目一上一开始跟你们讲说，现在开始四十八小时之内什么都 OK 了，是。但是到了差不多礼拜四的时候，会开始出现变化。对。那我这里也邀请大家哦，因为我们这一波，呃，时，呃，这个不管行情。 时间点跟这个跟产业本身抓的都不错嘛，因为我们提前布局的，当然你不用讲，智元就创新高了嘛。对啊，创新高。而且它这是我们第二批，第一批开工之后有有创维嘛，资源是拿来接棒的。是。那、啊、接下来 IC 设计会一棒接一棒，因为整个 IC 设计我认为气势已经起来了。是。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布局有会跟上的股票了。那会跟上的股票当中的话，因为有一些股票跌升哦，像元宇宙族群。 或者是说，像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些这个半导体它本身叠升了嘛，那这个部分的话，又会带动到之前没有涨到的 IC 设计。所以我们现在邀请各位哈、喔，我们认为这个这个行情哦、喔，战争行情是你发家的机会。是人要发家哈、喔，其实除了实力之外，讲实在有一个时机啊。对，天时地利。讲讲实在有一个天时地利。像我们台湾的这几个世代，虽然说早早年比较辛苦，是四年级的。 学坛的这些长辈、前辈是，但你不可否认，我们现在台湾理论上来讲最有成就的，应该都是四年级这些人是，他们当时掌握了最好的时机，因为他们在最差的点进场。<是 S 1> 对，像现在很多年轻一辈的朋友，这个七八年级的，他们接受很好的教育，智商水平什么都很高，但你会发现到他们他出了社会以后，要能够像四五年级的朋友这样子出来。 工作两三年创业当老板，我我认为难度比三十年前高多了。哦、高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没有那个时机了嘛。是。那我跟你讲，股票也是靠时机。你再怎么会选股，怎么懂产业哦，你都没有那种时机进场的时候点来的好。是。那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战争的进场点哦，三十年来台湾就两次半，前面的两次都是都是大赚的。 你你这次不把握这个时机进场，那就真的太可惜了。所以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进场发家，就靠现在我们这两新股票带你一起进场。 好的，那么三月份的布局呢，会影响整个上半年的成败。那要把握反攻之后还能再创高的股票呢，一定要找到蔡英斯坦来帮助你。那么全新的 IC 设计，全新的小经济我们准备接棒，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把握。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 Line，、er、或者是波通专线联络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再次感谢摩尔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謝,谢老师。祝各愉快，赚大钱。摩尔投顾一一零年金管投顾新字第零二六号。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新规股票登录条件较上市柜股票宽松，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进广告喽！皇上且慢，奴婢先用银针测试食物有没有毒。 你到底要测到民国几年啊？报告皇上，测毒就交给好物市集。好物市集的商品有产销履历把关，有国家认可检验单位检定，有投保产品责任险，有把关，有检定，有责任险。您在乎的，我们比您更在意。立即上好物市集零二二三六二一九六八。 听众朋友，三月份呢是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月份。那么当赚钱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那么大户的资金现在已经提前进场，那么大盘反攻的第一天，全市场都在买，千万不要错过喽！请先加入蔡司坦免费的那一个账号，ID 是小老鼠 Gold Money 一六八，小老鼠 G O L D M O N E Y 一六八，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那么全新的股票，我们即将进场布局，跟着我们一起掌握对的节奏，对的股票。今天拨电话进来，开盘就可以带你进场哦。